那个限定嘛，限定糕点，那个和那个实力茶铺，就是那种抹茶的哈、哦，那种店家一起合作的限定的抹茶糕点。那上一次我就买到两样还是三样，那我觉得不过瘾，所以这次我又再买了其他种回来开，就是来试试给大家看。那上次也是抹茶的吗？你没有听清楚我要讲，现在是抹茶限定，当然就是抹茶。上次什么？抹茶。哦，都是抹茶，那我们都是出抹茶就对了。限定啊，上一次是草莓啊。哦。请问是来打岔的吗？对不起。那我继续、哦。然后就是因为是抹茶限定嘛，所以当然是以抹茶为主嘛。嗯、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就是有抹茶。抹茶口味的嘛，然后外壳嘛、嗯、也是绿绿的，就是像抹茶的颜色这样子哈、嗯。那我们最近就是又去买了好几种，各位可以看哈。啊，第一个这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抹茶麻薯铜锣烧哈，就这样长得这样子哈。一般的铜锣烧应该是外观都一样啊，只是说它的，比如说它的内馅啊，材料就是。以抹茶为主吧，然后再来这个是杯子蛋糕，抹茶的杯子蛋糕，看得出来吗？有，哦，有了哈，嗯，杯子蛋糕，蛋糕倒是，对，啊，这次我是买比较多种，再来看一个哈，一个一个看，这个是抹茶黑糖蜜布丁，这个我是有先冰起来了，因为所以凉凉的。有冰过，好，再来，哎，这个是有冰过，这是叫什么？冰心卷蛋糕，就是蛋糕嘛，然后里面的味道应该是抹茶红豆。哦。好、哦，有没有？他写抹茶红豆嘛。嗯。然后长这个样子。嗯。好、哦，看起来是很漂亮，等一下吃是不知道了哈、哦，吃了就知道、嗯。再来一个，这个是，这个是。也是抹茶欧蕾厚烧，厚烧的是什么意思？厚的话是味道比较重吗？应该就是长这个样子吧。等一下我会一个个吃给大家看。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哈要来试吃给大家的这个五个东西哈，搁在这边哈。那现在我是不是开始一个个吃呢？哈。我这是不是要先吃饭再吃这个？那我怎么先介绍？你吃了饭以后，这个你就吃不下了，这么多种。你不是一般是饭后甜点，那我等一下吃就不用吃饭了、啊。对啊。那我就一个个来开了哈。那、现在先吃这个，我拆给大家看。就是铜锣烧。对，铜锣烧。好，我来吃哈。哎呦，哎，这是不要的。这个上次我有吃过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有吃过样子，没关系，我再吃一次啊。啊，拿给大家看，我也忘记有没有吃过。这个哈，大家看它铜锣烧，对。哎，这为啥这白的是什么？麻吉一下。麻吉。对，好，我颜色是还不错啦，我打开给各位看哈。这样。就是有一些的红豆馅，还有这个是奶油可能抹茶奶油吧，还有抹吉这一些白白的哈，那这样就是两片组合成的，哎、欸嗯，那我吃吃看吧，好，当然要吃到抹吉啊，我觉得抹茶味没有很重，嗯，麻吉不够 Q， 嗯，就是普通啦，嗯，要怎么讲，甜是不是说非常甜？可是照理说麻吉感觉怎么没有 QQ 的？照理说你就说。有麻吉的话，应该感觉有那个我们常吃那种 Q 劲，还是说因为冰过哈，冰过就比较没有那个。他有说麻，他有写麻吉吗？这有写啊。是啊、哦。
那些麻吉上，这不是麻麻吉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可是麻吉也很少嘞、欸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麻吉好少，刚才有拿给各位看，就那么一小块而已，嗯，那如果说大家分着吃的话，有些人可能就吃不到麻吉了，对，对，这个一点点嘛，就刚才一点，这个铜锣烧一般都是一个人吃一个吧，这样子、哦，嗯。不会说铜锣烧切成三等份、四等份，大家吃一小块。有可能啊，如果大家来试吃的话，可能你一块我一小块，大份啊、哦。那是试吃的情形，嗯。像我平常吃那个铜锣烧，都吃一个。是不会很干啦、啊嗯，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以前那种铜锣烧。哦，那一种是吧？嗯，这种红豆那种很多红豆的，很多红豆那种，这个因为它抹茶味，我觉得也没有很重，嗯、抹茶味也不是很重，就对了。嗯，这个就是麻吉铜锣烧了哈、嗯。那我再吃第二种，嗯、小样的先吃好了。这个杯子蛋糕。因为现在在推什么，我们总是也是要知道。哎，我是用剪的，每次都。这个好小，好秀气哦，应该叫做很秀气吧？是吧？这样子。嗯。就这样，没有很大个呢，哈。嗯。然后还附赠一个防腐剂。来哈。好，我先把剥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好、哦，看得出来它就是绿色嘛，应该就是抹茶。对，侧面有绿色的，哎，抹茶的蛋糕本体。对，本体。上面有一种咖啡色的。咖啡色，然后它也搭配着咖啡色的那个包装哈、嗯哦，我 吃看哈。比较甜呢、欸，而且甜它好像是自己这底下不知道是有什么东西，觉得这个比较甜，这附近这底下是不是说、哦？因为它后面还有底下还一层不一样的嘛。是不是不一样的？所以我吃到这边觉得蛮甜的。我不想，我都觉得抹茶味都没有很重。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嗯，就是吃起来还，就是要怎么讲，我也讲不出来呢，嗯，就是杯子蛋糕就对了，我吃看看，油是比较，嗯，你吃吃看，对，我面包是那种。蛋糕有蛋糕，那喜宴都快把整个吃完了，你感觉是什么？嗯、不像我印象中的杯子蛋糕，对，不像我们常吃到的。因为它的本体不是蛋糕体嘛，是一种我不晓得油那种馅料，不是蛋糕。因为一般基本上蛋糕是面粉发酵的东西哈，是蛋糕，它这个是豆沙馅的那种样子，对不对？很细。对，细腻的、那个、不是面粉一个洞一个洞没有了。看我平常吃的杯子蛋糕好像没有。对，因为平常的话就是有面粉本体嘛，然后透过烤箱，然后烘焙嘛，啊、哦，那有一个洞一个洞的气孔嘛。它好像没有。这个没有了，它这个不是，所以它比较不是蛋糕体，细，嗯，就是细细跟我常吃的不太一样啊，哈、嗯。倒是比较像豆沙馅的感觉，这样就全，嗯，本个整个看起来，哎，就是整理起来感觉就是底下，我觉得它那个底部很甜，我不晓得那是底部怎么那么甜，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么甜、嗯。我反正买的就是要一定要吃给大家看嘛，对。嗯。我倒是点不开。这个叫做黑糖蜜布丁，我看这个蜜是不是表示很甜，会不会是？
蜜布丁，有糖浆、哦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有糖浆，没有。盒里面。然后有两个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怎么吃？没有汤匙哦。对。哎，没有汤匙，这怎么吃？里面没有汤匙。长这样子。里面没汤匙。没有汤匙，哎，这刚刚那边还被我丢一个汤匙，哎，这边。哎，怎么没有汤匙？照理说应该会有一只汤匙吧？没有，就用这个好了。嗯。他说布丁嘛，哈。对。然后看各位看，它上面一层是应该是抹茶粉吗？然后再加一些，这是什么？透明这种。嗯。哦，上面要抹茶粉嘛，然后中间这个我吃看。布丁不是要比较滑滑的感觉吗？对啊，怎么话平常吃的布丁感觉不一样？是啊，来我吃吃看。你吃看啊。来，不是有那种 Q， 我觉得布丁要一个 QQQQ 的感觉。哎，对，没有，这不是，这不就像那个什么，不是，不应该不叫布丁吧？对，不是布丁的感觉，就像那个什么派，就是狗狗，就是那个什么，他那是怎么样？照理说布丁有吗？就堆堆，那是派的馅料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下面是黑糖，是不是？嗯，对啊。我就没有那种布丁的感觉，对，跟一般吃的布丁不大一样。嗯、它都这样粉粉的，对，嗯。应该一般我印象中什么统一布丁、味全布丁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好、哦，之前你就吃过了，完全不一样。嗯，我应该没有很喜欢这个。嗯，几个了？一二三个，总是买的就是要开箱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其实我觉得还好嘞。我不晓得，觉得它那个，它我想象中那个布丁的感觉不一样。是跟布丁平常你的布丁不一样，没错。不过那个不一样，吃起来也还好了。嗯。你觉得吃起来还好？我觉得吃起来还好。嗯。它就是，不晓得，我就觉得那种比较像奶酪那种。嗯。所以现在这个是，冰心卷蛋糕。蛋糕啦。红豆的。红豆抹茶红豆，反正限定嘛，抹茶限定，它每种东西都要有抹茶。对啊。对不对？这才。就是啊，就长这样子，各位看。哦，好像上次那个巧克力也是这个四个一个单位嘛。嗯。上次我介绍，和那个哪一家那家巧克力大厂也是，Hershey's 嘛，那个、嗯、对，一样都是四个一个单位。来吃。吃。各位爸妈以前熬过，记得我用这种盒子来育苗有没有？各位还记不记得来育苗那个？育苗小白菜，如果各位有看我的片子，我就是用这种盒子来育苗。嗯，所以想要育苗的人，赶快去买这个冰心卷蛋糕回来。为了育苗，去买一个盒子。我要吃给大家看了、啊。好。哎，有漏掉吗？好像感觉不错的样子哦，各位看，长这样子。嗯。摸起来感觉不错，吃吃看。嗯。嗯，我蛮喜欢这种吃的感觉，就是那个质地还不错，质地。那个本体就有蛋糕了吧？嗯。啊、哦，面粉发酵的蛋糕嘛。跟那个。杯子蛋糕，他刚才那个杯子蛋糕、嗯、那个，
它这个东那个什么吃起来的那个感觉不一样。嗯，应该是用不一样的。对，这个就是这个、就是烘焙的 baking 的东西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常吃那种蛋糕的感觉。嗯，蛮好吃的。嗯，然后也不会太干，它那个湿度刚好。嗯，然后馅料也不错。然后冰凉凉的，冰心嘛。对，嗯、这可能要冰着比较好吃。嗯，我们这个我们也是有在冰着，是要拿出来的时候才、嗯、要给大家看的时候才拿出来。嗯，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，只是有哎呦掉的掉的，就是有比较甜一点。哦，可能有些人喜欢吃甜的话也没差啦。我是比较没有吃那么甜的，我会觉得说这个馅，比较甜一点。不过这样吃起来还不错，有蛋糕的感觉，好吃。嗯，比杯子蛋糕好吃。好吃到我觉得，你想试吃吗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吃吃。我手那一直过去，一直往这边过来，我在怀疑是不是要吃啊？有吗？那你一只手一直在那边，是不是要偷吃？这可能是。好，那这个我就试吃好了嘛，哈。那还有最后一个。那没事，因为买太多了，他桌上已经一堆东西。哇，这个最大了，这个哎，要给大家看一下，不要就这样拿着。对，这个抹茶欧蕾厚烧，一般所谓厚是是不是是不是讲这个味道比较浓厚吗？要不然这厚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晓得。什么一般叫什么厚奶茶，什么厚什么，对，是不是讲说这个东西比较浓郁？浓郁的感觉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有可能。嗯、哇，这个哈，这是厚烧，上面还一层塑胶纸。嗯，我拿这个，哎，把掀啊皮把它掀掉了，对吧？没办法、啊，没办法，这个，那上面也用果胶类的东西。然后他很贴心，附了一只小刀，小刀，嗯，往那边弄，嗯，切小块，杯子，我还试吃一小块，长这个样子，里面，对吧？嗯，我吃看哈。对，内外都一样，都长相都一样，嗯。好，好甜了，这个味道就跟刚才有一个布丁，是不是？对，看起来长相很像啊。我觉得长相是不是同样的东西？同样的东西，嗯，我觉得。吃起来就是跟我们刚吃一杯一杯那个布丁的那个馅，那个材质馅一样，嗯，搞不好一样的，因为吃起来就是那种感觉。嗯。有点像奶酪那种，偏那种感觉。所以我在觉得是不是它的布丁和这个的用的东西是一样的。嗯。因为吃起来是感觉一样，嗯，我不晓得吃这些东西，我都觉得我还是老实讲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巧克力的，嗯，只是说现在大家在赶流行啊，就是抹茶限定，所以说我也买抹茶的来吃吃看，对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流行这个东西，那我也不能一直说我都要买巧克力的、啊，那当然也要买抹茶回来吃看啦、啊。嗯。那我说就买了这么多，桌上都是抹茶限定的，然后全年常常会推出一些新的东西嘛，有时候就说偶尔来开开箱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也是不错。那当然这些东西等一下就会也会吃得完啦，因为很多人。我已经有人在排队准备要吃了。对，对我开箱完应该就会被吃掉了。对，对，因为小孩子也都买，他们也应该是喜欢吃的。那我是
加减吃嘛。嗯，对啊，那都介绍完了嘛，哈，五种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买买看。有时候最近可能会比较好买吧，前一阵子很难买。那有兴趣你就去你们家附近的全联买买看，来吃吃看，也许你觉得不错吃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并将它分享出去，可以的话也请帮我按一个赞，谢谢，拜拜。